台业大学申办2018年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甲彰化县政府建置成功园区绿色环境学习的营地，正做绿色环境教育强学基地。22号早起签约挂牌，共同见证成功园区环境教育强学基地未来为期2年的计划，实践强学强好，开创彰化绿色环境永续发展。台大学啊，梁校长率队哈，到我们成功园区哈，继续来做提升哈。我们希望把这个营地打造成绿色学习园区，同时也取得国家的环境教育的场域认证，大家都透过这样的环境教育的概念的贯彻啊，让我们县民提升环境保护的工作的概念啊，让我们彰化县得以永续的发展。整个的营区里头的啊，这个生物样本的一些调查啊，那这个导览啊，还有解说啊，来开始。那最后的一个目的呢，当然就是要把我们成功园区呢，作为一个啊环境教育的啊一个机构和环境教育的一个实施场所的认证通过。绿能文化智慧彰化环境教育强学计划，除了促进县府甲大业大学在中部地区推动环境教育，更加希望会当提升全民环境素养。营造上好的生活环境品质，向永续绿色文化大观的目标前进。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